终于做好这一批的订单了，来看看他们长什么样子。这一批订单全部都是小红魔，因为我比较擅长做小红魔，所以这一批的眼睛做得比其他的好。款式基本上都是偏真人风的颜色，隔着包装盒可能看不清楚颜色，等下打开给你们看看。这个颜色搭配我超级喜欢，我自己比较喜欢眼睛里放很多闪粉，看起来闪闪发光。可是这个订单要求不要放闪粉，在做眼睛的时候老是忘记，费了我好多眼睛。蓝色这款我最喜欢，戴上眼睛让你们看看，是大海的感觉。树瞳这一款不同方向戴上去感觉也很不一样。这个款式超级通透，还有这个是特别要求。